关于我，出道九年，有过很多新开始，每次尝试都有人怀疑，面对未知我也会犹豫，我不想被定型，敢不敢挑战，看到更好的李易峰。改变不是妥协，而是选择相信自己的潜力，要选择开始，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敢不敢一起转变？你不只是你。奥雷。